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老师，我是雷卿啊。王老师，咱的汉字真优美，嘛真文雅，同款的字用在无同款的所在，音无同款，意思嘛无同款呢。是啊，像香港的香足香，用咱的华语来讲，就是香港的香很香，都是香香香。那呢，王老师，今日该当来教阮每日一字咧？会使啊。王老师，你今日要教阮对一字咧？好，来看哦，这个字就是爱。爱这字，我知，我知，这字我捌。你听我讲哦，爱这字，若甲伊拆开来讲，就是心甲受。换一句话来讲，爱是用心来感受，爱是无私的关心和奉献。太极门加盟人联合国 NGO 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洪道主博士捌讲过：，若无爱，就无和平。和平需要爱，爱需要平衡。可见，爱和和平是地球永续经营的根本。在全球世界战争不断的时阵，更加感觉和平的可贵。咱即卖来听一个94岁不老骑士爱的故事。好、哦。古早人讲，食老三项歹：目睭歹、喙齿歹、记忆个夭寿歹。毋过，今仔日我要讲的即个主角郭清心阿公，真正是乌干那底导游，看毋出。食到94岁，还阁甲人骑乌托邦做环岛旅行呢？是哦，甲你骑乌托邦哦。嘿，郭阿公未退休以前，伫生产制作鞋仔机械的铁工厂做工课，逐个月拢爱骑乌托邦对台北骑来下港，去工厂做维修兼修缮，一路来回嘛爱4-5天。退休了后，老闲。嘛是拢骑乌托邦四界拍拍照。自从伊看《不老骑士》这部电影了后，伊就想讲：欸，输人唔输阵，我嘛要加做不老骑士。不老骑士有17个人，平均年龄是伫81岁以上。因骑乌托邦环岛13天，感动足济人诶。是哦，遮个阿公大部分拢予医生特别提醒。爱注意身体，毋过因为着梦想勇敢前进。郭阿公当然着甲参加了哟，因为伫台湾举办的第4届不老骑士的活动，得到国外友团的肯定。过冬，足济外国人来台湾观摩。郭阿公是团队内底年岁上济，着予人派上台致辞。伊自我介绍。我是郭清心，今年90岁，足接骑乌托邦，有环岛100次啊哦！我若活到100岁，嘛会继续这个梦想。伊的逝世带伊来太极门练功，予伊身体搁较健康、有体力，来完成骑乌托邦环岛的梦想。气功练了哦，本地有脚头有酸痛的问题，拢好起啊哦！是哟、哦，不老骑士团利用环岛旅行，搁做公益，去老人养护中心，也是安养院送饭，用家己活灵灵、健康的身体，甲乐天的心，鼓励因爱接活动。第9届的活动，26个团员用环岛做公益活动，虽然只有募到606万。毋过，因的心充满自信佮快乐。郭阿公感觉练功了后，对伊的身体健康帮助足济，佮真有动头哦。真的哦。目前台湾进入高年龄的社会，老大人需要运动，心爱保持乐天，身体健康才袂拖磨家己，拖累世事。这位94岁不老骑士。真正是食老无人老呢，规身躯拢充满活力佮爱，一点仔拢无输少年家呢，真正是足有个性诶。
佮予人较感动的代志，是遮的不老骑士一边骑车，佮一边做公益。因去老人养护中心，佮安养院送便当，用行动来鼓励其他老人行出来，做志工、做公益，活出人生的价值。对啊，这个郭阿公，伊来佮新奇家族练功了后，体力、脚力变得佮较好，活得佮较长岁寿，更加佮较有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代志呢。和不老骑士的黄金岁月，充满了不平凡的价值嘞。最近全世界天灾人祸不断，人人拢受到影响，大家拢想要改善环境恶化的问题。刷落来，咱来看一出好好先锋、好阿吉、好的愿望，内容真感动人哦。好哦，看因安怎拯救咱生存的环境。也表现出世界一家的境界，请看。世界上其他的老虎都到哪里去了呢？世界各地的老虎啊，都必须想办法生存下去。为什么？亲爱的，有很多原因，很多原因。哇，为什么这棵树那么大呀？这棵大树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哦。它跟我一样啊，照顾着所有的老虎。哇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你一样照顾所有的老虎呢？快了。嘿，你看，是小公主菲比和皇后。妈咪，是提姆跟妮娜，我可以跟他们玩吗？好啊，但别跑太远哦。为什么老虎要跑得很快？为什么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呢？我知道，我妈说我们要跑快一点，这样才不会被人类抓住，然后抓去炖捕。你看，提姆的妈妈从人类的手中逃回来，连尾巴都不见了。对呀，好恐怖哦！现在我都不敢自己出去玩了。而且人类把森林毁了，因为这样使得胡老大连夜搬家，现在还无家可归呢。哦不，这样以后我们也没有地方打猎了，我们还是趁早改吃素吧。没有了森林，我们这一身迷彩装也起不了保护作用。哦不，我们得换一身毛色才行。我身为老虎的领导者，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下去了。现在是老虎们该团结起来的时候了。我决定要召开一个老虎高峰会。嘿，小虎们，阿米，来吧，我们有事情做咯。我们要做什么啊？我们要举办一场全世界的老虎高峰会。老虎高峰会，酷耶！于是皇后带着小虎们向四面八方发出虎啸，各地的虎群也纷纷马上回应。很快的，召开高峰会的日子就到了，世界各地的老虎代表也纷纷到了，其中有为自己生存权打拼的胡老大，以及为了躲避追捕而伪装成人类的华南虎，还有经历过战争现在已经退伍的印度支那虎。
最后，连笑口常开的孟加拉虎都来到了会场。会议开始，欢迎各位一起来重视全球老虎的生存权。我听说这个世界有一个联合国 NGO 世界公民总会，他们发表了世界公民人权宣言，当中提到万物循天理，天地人本一，这句话证实了天赋股权，万物生而平等。各位伙伴，为了全球老虎的永续生存，我们一定要团结。我赞成。从前中南半岛战争不断，害得印度支那虎越来越少。我们不要战争，不要战争，不要战争。我的祖先们住在中国各地，很多都被抓去炖捕了，就是因为人类相信老虎的骨头能治病。不，我是苏门答腊虎，自从违法伐木越来越严重，雨林迅速消失，我已经无家可归了。我的天哪，大家都好惨哦，全世界的老虎都快完蛋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孩子们，先别慌。并不是所有的人类都是坏蛋，在印度，人们就很尊敬老虎。我建议，我们要让人类更了解全球老虎的生存危机。我们要唤醒人类来保护动物。是的，我们可以拍最可爱的大头贴，分送给人们，让他们产生恻隐之心。我要用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，战争实在太可怕了。我想，我可以暂时收起我的虎爪，忘掉复仇，并且和平地跟人类相处。可是妈咪，我们要怎么让人类听到我们的心声呢？让我想想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住在大城市太久了，竟然在丛林里迷路了。哈哈哈。哦，没关系，非常欢迎你的到来。请问您是？哦，我是西迪虎，是从纽约中央公园动物园来的。你一定很了解人类吧？对呀，我有很多人类的朋友呢。于是老虎们热切地把大家的想法告诉了西提虎。哦天哪，我们老虎同胞的处境真是越来越危险了。其实据我所知，有很多动物也都遭遇到生存危机，像北极熊、苏门答腊犀牛、山地大猩猩等等。但是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可以上网将动物的心声告诉人类啊。上网？不不不，我的朋友，是网路。网路无国界，世界一家亲。我们可以使用网路来传送重要消息，制作老虎网站，还可以找人类为老虎代言呢。那我可以亲吻那一票，装扮成人类的弟兄们，一起来努力。我们要提醒人们，在人类文化中，老虎也占有一席之地。没错，我们也可以在网站上跟大家分享，老虎是美丽、勇敢、力量的象征。在亚洲民间信仰中，人们还相信老虎能够驱邪呢。还有呢，老虎还曾经被挑选为1988年汉城奥运的吉祥物哦。我在印度听过有一位红道子博士走遍全球推动爱与和平以及人权，
只要人类与自然界和平共处，人类改变态度，学习正向能量思考，地球就会有救了，那我们的生存权就更有希望了。太好了，我们要把这次全球老虎高峰会的决议写成一份宣言，郑重地对世界呼吁，请大家一起来维护动物的生存权。于是各地的老虎代表们完成宣言，共同联署推动护卫动物生存权。我们决议，我们必须勇敢告诉人类，人类应该要善尽万物之灵的权利与能力，保护地球，爱护生物，真正实践上天赋予万物的基本生存权。在虎群们分工合作之下，保育观念遍地开花。你看看，现在世界各地已经有很多为自然生态保育而努力的团体，做对的事永远不嫌迟。红道子师父祝福大家虎啸晴天，处变不惊，修善人生，福报有享。我们用一颗纯净的心看世界，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缤纷灿烂。真正了解爱、尊重、和平、人权、护卫地球，我们依然可以与这个世界和平共舞。 UN NGO 台湾世界公民总会主席洪道子博士。好甲人共款，做伙生活伫个即个地球上，人因为贪、自私，造成现今的疫情、天灾、战争即个代志。好，即出戏就是要提醒大家，爱有良心，人甲人之间爱互相尊重、团结合作，做伙保护地球，让全世界的万物拢会使和平共存。是啊，为世界的爱和和平尽一份心力，是无分你我男女老的也是少年，有一点吃老不认老的良心证书，人老心无老，也愿意奉献世界，尽做公民的一份力量责任，用因家己画出来的话来表达因的心声，足趣味哦。请看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良心中自有一把尺，引领我做对的事。灌溉良心的种子，每个人发挥一份心，让种子变成大树，变一片森林，然后发挥爱心，传播世界，消灭战争。每个人一份心，就可以拯救全世界。良心是王道，人人做好事，良心上天堂，乌克兰战争快停止，爱与世界和平。良心就是爱，希望大家做伙来做好事。有良心才有爱啊！我拢用心在行方便，啊，拢在重心聚焦啊。良心则是善良，善者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为人处事，应该以良心为基础。大家好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我快乐，大家快乐。我拢是上少件，提醒家己爱欢喜、快乐，安尼就是良心。做人爱良心。这是的基本原则。大家拢有良心，讲良心话，做良心事，
用良心救台湾。我们做人要有良心，有良心的话，我们就会过得很快乐。如果没良心的话，会从山坡上掉下悬崖。啊，我细汉册读无济，啊，父母都有甲咱教，做人爱老实，袂使贪心，袂使欺骗，爱有良心，才会生智慧啦，吼。真济良心的故事，安尼社会诶愈来愈和谐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子员，良心就是良药。足赞的哦！这些黄金宝贝，大家拢充满活力。因的良心话，话得真古锥，嘛真有意义，嘛鼓励着其他的老大人，做伙来做对社会有利益的代志。是啊，生命的价值无在伫长短，是在伫生命的品质甲价值。时代会当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心愈来愈少年。快乐去实践对国家社会的关爱，走出乐通的人生，真正是值得咱去学习。请好朋友做伙来上良心时代的网站，联署响应良心时代运动宣言，做伙来做好事哦。最后，我用一段好话来结束今仔日的分享：良心话，话良心。心中有爱，有光明。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家己，保护地球靠我甲你。人咧做，天咧看，好事歹事总有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行善积德，应子孙啊，应子孙。再会。